quelqu'un les vengeurs!3月22日、22日号那个逃兵已经死了，我们需要一名向导。你没有第二个选择，我是地球联合防卫军中国驻荣战略小队指挥官高任。我看你们这是专门体专业的吧？发言呢？看来你这逃兵的水平不怎么行啊。我是个向导，又不是炮灰。 组长，那你好歹给我个装备啊！别叫狗灯起床了，狗子们起来了！战争一切艰辛困难，达到目标才是我们中国的命运。只要我们还在战斗，就没有人是逃兵。还记得我们中国防卫兵的征兵口号吗？ 地球行动。